们是真的爱自己的话就不会造恶业、嗯、那就会去修波罗蜜、嗯尊重自己尊重别人然后有清净的爱那就是这个是爱自己所以修波罗蜜因为有这个我那可是和尚又开示到说佛教是讲我那怎么样说清净的爱是用无我的爱那如果没有我的话那怎么样去可能是这个爱这个无我然后修波罗蜜无我就是我就是无我一定要自己体会那你就没有问题所以你和尚说那个我跟无我是无我就是我就是无我佛还是来了解佛法需要我的概念如果没有我的概念那就没有你叫什么名字敏之故那没有那你我怎么称呼你敏之故那好那怎么会有称呼如果没有我可是敏之故我是有不过在在世俗地就有在什么有在什么你说在世俗地世俗地有世俗地是很重要的好如果不了解世俗地不能够了解法所以圣义地是无我世俗地是佛因为他了解究竟法所以他不执着世俗地世俗地就是空我就是空我是空嗯那空是什么呢空是什么一定要体会是什么来会很清楚空就是空有很多很多方面不能够说是这个不能够说是那个空就是很多种空内空外空究竟空面对空方便的空很多很多种空哪一个空你要知道就是关于我是空的那个空无我空也是有无我空也是有无我空叫做什么叫做因为你了解缘起所以你了解所有的法没有我我的意思为什么我会出现因为有贪欲没有贪欲那就没有我我是从执着来的那你如果你爱自己那你就要减少你的执着所以你减少你的我如果你没有执着你就没有我那就空那无我是不是执着呢无我是方便方便所有的法都是方便来让你了解究竟法究竟法是超越明确你要自己体会才会知道所以我就是我我就是我也不是您不是刚刚这样子讲吗吝啬的是来让你了解一些道理无我都是名称我们需要名称来了解一些道理没有名称什么都不会了解所以我还不是我也不是我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是那你要自己用功体会这个境界超越概念的境界所以你不能够在无我你不能够加什么你不能够拿什么所以是无我那就讲到我们打坐好了就是现在我们的一个go 看别的问题你要好好学无我
还不是很清楚。好，这个问题很好，可以利益很多专家。是，请问常师，心中默念自心常的时机，所言这四句话的次第，有时会乱掉，这样可以吗？是否这四句一定要严格的按它的次第来念？那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学佛法的时候，我们对佛法有信仰，这样我们才能够学佛法，真的学佛法。如果没有信仰，不能够真的学佛法。因为我们有关于佛法信仰，我们也有关于佛信仰，因为佛就是佛法，佛法就是佛。佛教法它是用佛陀的智慧，佛陀的智慧也都有次第。佛陀的厉害是在他所讲法的次第，也在他所用的比喻来说明他的法，都是代表他的智慧。所以这个修自性观的四句他们的次第，也是代表佛陀的智慧。所有的以前的修行人都有修依照这个次第，他们没有乱。现在如果此地有乱，就是因为心有乱，心不乱呢也此地没有乱。不过此地只是方便来了解一些。如果我们已经有深入自性观的境界，我们不需要那些四句。实际就是来深入自心的境界。如果我们已经有自心的境界，不需要念实际。你马上能够念你的自心定的境界呢，它就马上出现。这个实际是准备你的定的境界，也准备你那个定的境界的三个，我们已经有说明三个阶段。真的自心观就是三波自是为四方一切众生，这个才是真的自性观的修行，自性的无量心。那个时候修行人怎么修，他是我们未来要说明，他是是为一切众生为十二个所缘，十二个所缘出现在十方向里面，在十方向里面十二个所缘，它是用四个缘，结果四百八十次它能够入定出定入定出定，每次有别的境界，那一定要所缘改变，一定要出定，不然不能够改变。因为它一直在该入定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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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心变成很软和。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如果你修480次入定出定，你乱了你的次第，那怎么你能够修？是不可能的事情。你的次第要很清楚才能够这样修，对不对？所以这个次第也来能够修自心观，依照次第修以转动的方法，也转这个法给别人，那一定要保持次第。如果次第乱了，那修心会乱，修心乱呢结果不会好。这个次第是的目标是让修行稳定，让我们受最大的利益，所以那个次第最好是保持它，因为它是被佛说的，佛说的法很有智慧，他不能够乱说，所以最好是保持这个次第。不是说我们一定成功自心的修行条件是我们修一照这个次第，没有这个道理。不过这个次第是表达佛陀的智慧，是我们很需要次第来不然散乱的心，乱的心出现。次第所以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次第心我们被这个次第念，这个依照次第，那心也会稳定。次第乱，那心会不稳定。以前的人他们背，他们怎么培养定力？他们背诵现在还一些有保留古老的文化的一些地方，好像缅甸还是西藏，他们一定要学一招次第背诵，全很大的书都一招次第。在缅甸一些法师背全部三藏经都一招次第，有不是没有。那也是培养定跟培养智慧的方便，次第。那个问题其实跟自心观的修行没有什么，没有直接的关系，不直接的关系。问题是关于我有提到利的条件是稳定的身体的姿势，还是立的方便是身体的稳定的姿势。那一位居士他是问肩部三焦骨，三焦骨是哪三焦骨？肩部不是肩部，哪一个是你腰部不是，你看那个是肩膀的肩，对不对？不是，这里臀部东部。哦，
他是问臀部三角骨是哪三角骨，可否示范？那结痂伏坐可否示范？因静坐的时候腰背酸痛，没有办法集中，很痛苦。阿弥陀佛。静坐的姿势，静坐的姿势我有说明，那个如果要学坐稳定，要学坐在坐骨山，我有说明那个坐骨山是其实是三角的，他不是清楚这个三角，那个三焦是，三焦骨就是那个，在两个，在那个肝门旁边，有两个凸出来的骨，他们就叫做，坐骨，他们的形状是三角，凸出来的三角，你们可以自己摸。如果我们坐在上面，脊椎会自然挺起来，自然。打坐的姿势，坐的姿势要尽能力自然。如果坐在三角骨山，那个坐骨山，那自然脊椎会挤起来。如果没有像我受过伤，还是没有什么很明显的障碍，那个三角骨，三角骨跟三角骨之间有一个好像尾巴骨，尾椎，那个尾椎要在中间，也要有和谐，那个三角骨的肌力要平衡，这是在这个情况下，能够做双板很长的时间。如清净道论的别清净道论的注解是说明，理想如果坐在坐稳定，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筋，我们的筋跟我们的肉没有忘记，因为皮肤、筋跟肉没有忘记，我们可以做很长的时间，做长的时间，我们做在我们的桌布，不会折。清净道论是说，虽然清净道论是说明很清楚理想的稳定的姿势，南传佛教他们比较不重视这个道理。清净道论很清楚，觉布达哥萨觉音，觉音他一定有学，他很清楚关于这个道理怎么做稳定。做稳定的时候就是坐在两个坐骨山，那个尾骨平衡，不弯一边，皮肤筋跟肉没有忘记。如果能够这样做，可以做渐渐学做正点，我们的坐步不会折，因为不动。我们如果没有
学瑜伽，那比较难做，很难做，要准备这种情况。因为不习惯，不习惯。如果没有受很受过伤，那个骨头的结构没有乱，那一定可以学，不是那么难。瑜伽就是一种科学，让你渐渐学怎么留长的时间在稳定的阿萨呢，稳定的姿势，一天两天三天渐渐没有问题，只是要多练习，是科学。以前的印度瑜伽师他们有用研究身体用心，从心他们有看那些骨头，跟用心他们有研究骨头的结构，筋的结构，怎么得到和谐的情况。这个和谐是非常发达，不过现在已经渐渐很少人知道。请问法师，观呼吸时是指观鼻孔间的出入息，或观呼吸进入身体的流动？二者各有何作用？哪一种转好？那第一，一定要了解，我有将那个观呼吸为方便。呼吸如果是修止心观，呼吸只是方便，不是业处。业处是止心观，呼吸只是方便来，感到自己。我已经有说明，因为呼吸的。北传佛教、南传佛教两个都是说明呼吸的益处，是一方面身体，一方面心。我们因为身跟心在一起，才会有呼吸。如果身跟心不在一起，那就没有呼吸。我们死掉的时候，呼吸没有，呼吸不见。医生，我们死的时候要放镜子在我们的鼻子前面，如果没有试试，那他就叫我们出家人诵经，对不对？那有身跟心在一起，有呼吸，这个呼吸的益处就是身跟心。如果只有心没有呼吸，如果只有身没有呼吸，有身跟心在一起，有呼吸。依照阿那巴那念的修行的注解等等，每个你们自己能够体会，我也有给你们方便体会。每个居士论是说明每个毛孔参加在入息出息的过程，全身体参加在入息出息的过程，身体也是呼吸的益处，没有身体的就没有呼吸，每个身体的部分都参加在入息出息的过程，不可能不参加。因为如果我没有阳气，那些肉跟筋
就坏掉了，对不对？对，那些细胞都坏掉了。那结果在佛法里面，身跟心是我们的今年的全部。来了解这个道理，我有教注意呼吸在全身体里面，因为在自心观的修行，所缘就是自己，色缘的所缘就是自己。我是众生，众生是什么？众生就是身跟心。我们的所有的经验都是身跟心的经验，别的经验我们没有。身跟心就是代表五音十二出十八界，这是我们这所有的境界，所有的境界都是靠我们的身跟心。我们的身没有功能，如果这里面没有心，里面有心，那就有呼吸。所以注意呼吸可以很容易了解，我就是这个身跟心。那现在如刚才我有说明，如果我们注意呼吸在任何的身体的部分，那在那个部分，因为我们专注心在那边，呼吸在变成明显。我们有没有做这种经验？早上，对不对？哪里我们专注心，呼吸变成明显。当然，多半呼吸如我们的身体用鼻孔，所以如果专注呼吸在鼻孔周围，那呼吸变成最明显，因为多半呼吸如我们的身体从那个地方。不过不管我们怎么注意呼吸，重要是了解呼吸是代表身跟心在一起，身跟心在一起就是这个我。对于这个我，我就是修色缘。那是说什么？你的问题没有什么道理，我是名称，好像依照佛法没有房子。如果你分别房子就是滴水火风烟丝，不过房子还是有。如果没有房子，我叫你来我的房间，你怎么来？我还是有，不过这个我就是概念。你已经需要概念，这个脑中也不存在，在究竟法里面，那个脑中就是阴地界，就是热火界，就是冬风界，烟丝等等，那没有别的法。那就如果你表示你的佛法的了解还不够，佛法里面没有肯定的存在，没有肯定的不存在。我们是讲缘起，缘起如果你了解缘起，那缘起是超越肯定的存在跟不存在，所有的存在都是因缘，所有的不存在也是因缘。所以慈心观我的寺院也是因缘，也是那当然是因缘，没有因缘那什么都没有，也是假的。怎么是假的？因缘不是，它不是真实有的。够，你越来越乱。你学一点佛法，学缘起，那你会清楚。了解缘起没有有没有没有，只是缘起而已。
请问法师，啊，已经我们有看过，下个，最后一个，那个，其他的我们明天看。请问师父，一个人去诚信很容易被发现，当下很难调伏，我们遇到这种的时候，在当下我们要用什么方法对峙，或请师父用一句话来让我们能对峙诚心启示。那我们已经有说明自信观的修行要多多修，要连续不断的修，不能够马上，不可能能够马上处理成恒心，渐渐能够减少处理我们的所有的法，所有的轮回的法都是一个过程，除了过程以外没有什么法在时间里面，都是一个过程，修行也是一个过程。如果你决定马上没有嗔恨，那个是很不合理的，那嗔恨变成更明显，因为你压迫他，那他压迫你。不过因为你多多修在自信观的境界，就如果自信观明显，嗔恨不会明显，如果嗔恨明显，是因为自信观不明显，两个不能够出现在一起。所以多多修自信观，那嗔恨的境界会越来越不明显。如果嗔恨嗔心还出现，那一定要记得自信观。嗔心继续是因为我们还不够有联系自信观，不够有修自信观，不习惯自信观，念自信观，所以嗔心能够有相续。因为诚心有相续，所以它变成明显的法。如果我们习惯自信观，那念自信观一下去，诚心就不见。所以最好的方法处理诚心还是修自信观，没有更好的方便，找不到更好的方便。不过这个方便才能够明显，如果我们有多多修习惯修昨天我们有念Metta Anisamsa Sutta自信观的利益，那些利益都会来，一定会越来越明显。条件是我们多多修，没有多多修，那些利益就不会那么明显，不过他们还回来。修弱自信就强诚心，强自信弱诚心，很简单，两个不会在一起。好，那最后我们回向。